伤啊，又有黄金了。嗯，被那个钩子勾到之类的吗？不止啊，鱼鳞啊、鱼鳍啊都会戳伤人呢、欸。话说那个铁回去烧，你们就可以附二阶的装备哦。你附好了吗？我差不多了。哦，我就只差帽帽而已。没看到阿比回来。回来了，我只是沿路蹲着走。还好啦，没有那么夸张啦、我们还在边边啊，他们该都往中间走了。而且我们不怕开战啊，对吧、啊？哎、欸，有岩浆城，但是没有火把，差点又没。应该没有人的，好小池哦，怎么用小池？又被鹦鹉吓了一跳。那鹦鹉怎么这么棒啊？这岩浆池也太小池了。可以留着。且为什么你们记得第五届我们同队过啊？那么屌！哎呦，你们一起做过什么事情吗？对啊。现在箱子里有，有些还在开着。你说记事本那种吗？对。我找到一个洞窟，岩浆，看似没人的。可以探索，要去探洞吗？我先把黄金挖走。78分了。对，没错。先挖走，等一下来，因为80分就没有怪了，就不用怕了。那不知道，那是你们过来啊？啊，对啊，我们过去好了。对，走走走，收拾一下，收拾一下，来来来，该走了，是不是？嗯，该走了，该走了。好多垃圾。我们没有羽毛，对不对？没，一根，又有一颗苹果。哦，两个。苹果其实应该很够了吧？还多几颗苹果？嗯，箱子里有四颗金苹果，还多一颗苹果。啊、一颗。那不对，你要回来啊！怎么了？啊，你的鸟怎么办？哦，对，记得来接他们。我的鸟，我的鸟！啊，刚刚有人回答了一个很可怕的问题：有羽毛吗？鹦鹉啊！啊！啊！我身上有羽毛，那是我的鸟，太可怕了！是我的鸟，差点忘了鹦鹉。还好又想起来，记得带着他们。我一直想说啊，这等一下是刺激战场啊，怕他们受伤。对啊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会保护他的，而且有他们在，我就帅。哎、欸，又一颗苹果了。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带上了带上了，没错，我应该没有带什么啊，都在我身上了。哎、欸，没有，箱子有一个完好的铁镐，看有没有？哦，我安全区内，附近看一下，就是，哦，收起来。嗯，好，我身上还有一个苹果，要给繁星吗？不用啊，我身上六颗哎、欸，我来等一下，等一下再分，对吧、啊？好，走走走，跟你走。然后他们看到你发现你的。你的发光为什么怪怪的？有没有？阿比靠近一点，不用蹲了，不用蹲了。啊！耶！啊，是吧？怎么发现有人发光，肩膀怎么怪怪的？他怎么戴耳机？对，连肩膀一起发哎、欸！对啊，一起亮，好猛、喔，超猛哎、欸！好像，我好感觉怪怪，好像长了什么东西。对你超像那种哥布林还是什么的耳朵那种尖，三头龙啊，直接到哥布林的等级了吗？我是亲眼救急龙，好不好？沿路红石你们也可以考虑挖，就是冲等级。怎么了？哦，钻石。哇，你有叫我挖红石？哎呀，没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又有一颗。还有一颗，哇，三颗吗？啊，你东西满了。哦，对啊，应该有一颗哦。走了，走走。我在前面大洞窟那边，刚刚还没探索。这个还要挖吗？挖一下。有铁，有什么都挖。
红石子是等级啊，就看你没被挖。啊，我们那个到前面把那个放掉。欸，你的鸟掉了。放掉。白痴。还可以从这样看得出来，笑死。还会飞过来了。来来来，前面那个，我把那个黄金根放在地上。铁蛋是你打的吗？你们有食物吗？还有多的食物吗？有有河豚、牛排吃。谢谢。这边可以开始烧，我地上有放那铁跟黄金。好，那、你们装备二阶好了吗？还没，还没。就是放吧，有多的铁就尽量用。嗯，现在还有几颗金苹果？我都放碳了，我身上六颗。六颗金苹果？箱子里面拿的四颗，加我原本身上两颗。我身上还有一颗还没做的。九颗。阿兵应该都没有吧？对，我身上只有一颗还没做的。9颗，那先各两颗，各一半啊，四六，各三颗啊，各三颗，各三颗。嗯。尿尿。等一下，什么？有的吗？这是假的。啊，真的？不是，你肩膀上还有一颗。啊！你在你家？我回去拿种子好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刚刚又断线了。不是，显示 bug 吧？哦，显示 bug， 显示 bug。突然换个颜色吗？没有，我这个鹦鹉可是会引分身的啊！小调皮，给你。分身啊？你给我啥 ？Diamond。哎呦，四颗哦。然后是可以要看两把钻剑啊，野针。好，你们先烧，然后做二阶，我先继续往。按的鸟要先发下，挖一下 X 轴。阿比，嗨，这边往前挖，其实快到了、挖完 X 轴，挖 Z 轴。挖完 Z 轴，因为我500颗了，想说省一下。好。他的名字也是，阿比，你看这是名字。蓝色的，你好啊！我看它是绿色的啊，没有啊 ，ID 啊，名字 ，ID。哎呀，你的鸟飞走了，飞去哪？它是我们的队友。对，所以我要挖这边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你去看一下 X 跟 Z 走 ，X 还要再往前挖。嗯，好。我们先靠近一点，然后再看看。那个、二阶，我附魔台做了。哦，附魔台哦，不是那个铁簪。哦，对，附魔台。蓝色的西瓜。好啦，四颗我们就那个啦，两把钻剑要不要？好啊，反正我们也没办法近战，不，没办法远战。我装备还没有做第二阶，不过铁放在那个箱子里。好，又有铁了，还要再烧吗？给你把钻剑，有铁都尽量来，我们可以。好。噗噗噗。苹果呢？还有苹果吗？有，身上有一颗，等一下我回来放。你给我，继续挖，没事。所以大家身上都没有平常的苹果了哈。嗯，没有。还有四个黄金，如果等一下还要找到就更多了。还要再种吗？可以啊，我去陪他好了。繁星箱子有22个铁，你弄二级啊。哦，等一下哦，阿比看到铁没有啊？还有哦，居然，可能数字有点大，看不到。4、5、6、7、6、7、0，应该是有几率种出来。啊。鹦鹉，跟我一起撒骨粉。Huda，
Huga，Huga，Huga， 哎呦呦呦呦！哦，这边的树是咖啡色的。对啊，咖啡色的，到那个红土了。超深的树，所以这一个很棒。阿比，你再看一下那个 XZ 哦，因为坐标有变。有，嗯，好，到 X 到9570了。对，然后不用特别蹲下挖，因为反正发光。就站着了。对，你站着。那关键就是像我刚刚说的，你看前面挖，小心一下那粒子。怕，我还蛮不会发现这种事情的。没关系，就算被咬到一下，你就举盾就好，就后退。哎、嗯，嘿、欸，什么？一个洞窟，挖到了洞窟，现在应该不会有怪了吧？不会，不会，怪会消失了。我就直直的通过了。来了来了，我的运气好像有点背。闪闪杀人了！哦，狗鱼死了。狗鱼死了，哈基！哇，他们两个战力十足啊！而且闪闪的血量其实都回来了、欸，哎，原本他超闪的。你看这场黄金超、欸、超多。我们两个是怎样？没错，很足，没关系。我中树的运气没了，很高，很高，很高，高高。有有有，哎、欸，歪了。9540又要换了吗？嗯 ，X 轴 ，X 轴先呢，那先呢。因为我们 X 轴在边界外、嗯，我跟繁星呢，所以我应该从原路挖吗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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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我现在这边是9570，然后 X9570 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已经过了，已经过了的地方。好，那你瞧、哦、你瞧，我们就跟你走。所以我现在要到10672、嗯、啊，我有点障碍。哦，又有又有又有。不会啊，你就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你繁星，你赶快弄二阶装，等级不够了。那我们就先走啊。那个熔炉里还有一点铁，先收掉。我这边还有挖到。然后我们就往前。这样我还要拿回去烧。好好好，没有没有，繁那个你继续弄，你去弄，我们去找你。好。将自己的铁剑击退都不要了，留在这啊。铁剑还要拿着。比他留这边啊。嗯，我 Z 轴到了。好。所以我要挖 X 轴吗？哎、欸，你的西瓜那些。哎呦，不、哦，谢谢死。好，走。哎、欸、，X 轴、欸、，X 轴，阿比。这里吗 ？X 是9540，所以要往前。对对对对对。有点怕。怕怕。阿比，换手，换手。好，我现在挖掘的数量是333。好，那个你跟繁星弄再烧一下铁，来，然后这边安全嘛，我就直接放了。好，好，嗯，有熔炉吗？来，你放我放，嗯、哦、好。我只有8个，还有其他的铁吗？我给你9540。差不多了啦，反正第三阶段而已，不用完全到那个点。还有一个角胶是多的吗？给你的。好。然后这边有箱子，所以还是可以用。哦，有9个金，哦哦哦哦哦。哎、啊，你身上还有黄金啊？也有放箱子里了。金晶石有有有有。可以帮我在后面放水吗？我没有水桶哎、欸。阿比，你有吗？我有一桶。好好好。像无限水。好，你先放，你先放。好。没事没事。哎哎、欸欸，对不起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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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水桶也可以再多弄几啊，发现你也要有水桶啊！啊，对，怕被烧到啊！好，拿走。哇，我们这样又一颗金苹果，而且5颗黄金，所以再差3颗就又有金苹果。
再多捞一桶。反正你不要那个河豚哦，怕啊，不敢。其实河豚也比那个啦，岩浆好啊，因为倒个水就没了。对啊，不是岩浆烧的比较快。哎、欸，黄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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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没阿斌，你先说你怎么了？我没有等级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没关系，就是合不起来了。我在烧石头了，等一下你慢慢拿。你那个要几等？哎、欸，都在圈外。阿斌，你先放一箱子，你要合的，先放一箱子，迅速。好，我只能帮你合。好 ，OK，OK，OK。九五零，九五零二，九五零二，裤子合好了。好、啊、帽子你直接拿走，脚脚我再帮你合。好，好，脚脚也合好了。看一下他们的位置有没有很靠近啊？有在看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看一下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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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在另外一边、可是好近，可是我刚刚挖过来，我们都在 X 轴，我们都在圈外。圈外吗？好啊。